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现在我是在越南的农村啊，今天天啊很晚了，包哥买一点菜到孟孟家去吃。我们啊今天啊到了孟孟家去烧菜吃晚饭。孟孟，对吧？打招呼啊。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开快一点。啊，马上到他家了。这里是越南的农村，非常的漂亮啊，大家看一下啊。今天包哥呢在这里是这里都是农田大山啊，非常的漂亮，空气也好啊，也在下山了，哈哈。今天没事啊，我们买了好好开，再见，哈哈啊，再见。这里都是秧苗啊，好多啊，都是插秧了，现在长了好多。今天我买了鱼，买了还有一个叫什么，叫鱿鱼，对吧？番茄，还买了米线，买了好多的菜啊，到孟孟家做客吃饭。孟孟，你会烧菜吗？会。会呀。今天我烧菜。哎，你还会讲啊、中文？他这中文说的不是很好，就是一般性嘛。在孟孟这里，他烧了一点菜，招待包哥吃饭，啊，非常的好。现在在这个县城，我们骑摩托车还要骑十公里，到才能到他家，非常的好。像这里，今天这里还是比较凉快啊，还是很凉快的，是。他这里的房子都是有一点，对呀，离我们中国有150公里，啊，离老街这里啊，像越南的老街城还有150公里啊。我是前两天乘长途汽车过来的，住了这里宾馆里面，今天到孟孟家做客，还有他们的起房子。现在孟孟的家。啊，房子我也没去过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啊，后面是红龙，啊，也骑着摩托车，啊，跟着我们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？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？可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泛起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。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这个是鱼，鱿鱼，番茄，这个是米线，这个是米线，对吧？嗯，这个水果。嗯。你家你是在越南的好看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。韭菜饼。嗯。是吧？对。韭菜饼。嗯。那要被哪个来哄我呢？这里好多的菜，烧饭的炉灶呢？厨房在哪里哟？厨房在哪里？他听不懂，烧菜，炒菜。这里哦，他是说用煤气的。哦，这里有烟浆处，这里是一个冰箱，非常的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嗯。你好，你好。嗯。你好，你好。
哎呦，你这里开个才艺馆啊，来，哈哈哈哈，这个也是打台球的吗？嗯，嗯，你在洗？洗肉啊？洗东西。哦，要洗一下。这个是烧炭红烧。是红烧，这个鱼在菜场买的，再挑鱼的话也是14万，一个鱼头里面肠子全部搬掉了，就这么一点点，蛮大的，越南盾10万30块，实算30多块钱，对不对？也很好。这个是鱿鱼，这个鱿鱼好像是人造的嘛，不是新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嗯，人造的鱿鱼，啊，这个鱿鱼看上去，啊，哦，还可以，啊，可以吧？是吧？嗯，买两个，应该买三个，多买一点，够了，够了，啊，够了。这里是一个打台球馆嘛，这个台球是谁弄的？这个台球是你弄的啊？你开的台球啊？谁呀？他们打是你的吗？是姐姐的。是你姐姐？对，你姐姐。哦，这那一个是你姐姐，个胖胖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男孩是你姐姐的男朋友。我姐姐啊？啊，还没。这个男的是谁啊？还有一个男孩是谁？他是我的弟弟。哦，是你弟弟。哎呦，哦，你这里蛮好的，你还有一个弟弟呢。啊？是的。嗯，你中文讲的这么好，再学一点。啊，以后找一个中国人嫁了算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啊哈哈。你爸妈不在吗？不在，他去上班了。啊？我爸爸去上班了，不在家。上班晚上回来吗？没有。不回来？啊？只有我们那三个人的姐妹在家的。嗯，蛮好的，爸爸等一下烧了吃了。你弟弟多大了哦？他18岁。18岁？啊？对。他弟弟18岁。嗯。嗯，红红，我也叫他过来玩一玩，看一看，他也过来可以吃点饭。红红，这里啊，房子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个小公路，那里都是像这个吊脚楼房子一样的，他这个房子也很漂亮，在这里，都是这种房子，也是越南的好多的盆景，他们这里也是非常的漂亮的。这个就是梦梦的家，他弟弟啊，这里开个小台球，晚上有人来的话就娱乐一下，没人的话他们就在这里烧着吃。今天包哥就到梦梦这里来，访客。这个狗这么大，我哥哥像个乐，他也不会弄人呢。这个花也很好看啊，这个看上去很漂亮，这个花啊，这个是什么花啊？非常的好看，像看上去那里也是大山呢，前面搁后面也是大山。包哥第一次到梦梦家做客，我呢就买了一点菜过来与他们一起吃，体验一下个梦梦的家。他父母都在外面打工，他个上面也是这样造的，但是他装修的还是不错的，大家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装修的还是不错。这个他们在弄饭了之后再看一下就可以。他两个姐妹还有点像，姐姐跟梦梦啊很像。
他家就是三姐妹一个弟弟。晚上才有人来玩台球吗？有啊，有人，有人呐、啊。哦，刚刚跟你姐姐聊了一会儿，她说她也离婚了。啊，是的。呀、啊，她说结婚三年，再离婚了，离了七个月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马上啊、你姐姐跟我说，弄一个好的给她。介绍一下，是吗？啊，他告诉我，嗯，啊，现在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了，三姐妹一个弟弟，是的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你们两个的面孔很像哦，嗯，大家好，我是默默，我是小香的，啊，小香的，啊，大家的面孔很像啊，姊妹两个，啊，你家父母。啊，三姐妹。对。啊。对。三姐妹，你是老姐。对。你是老大。对对对。啊，老二是嫁到我们中国。嗯。是吗？嗯。你的二姐是嫁中国什么省？她在湖南的。啊，湖南省。对。现在你这个妹妹，你是今年多大呢？我是25岁。25岁，你妹妹多大？二十岁了。你还有一个弟弟。嗯。有一个弟弟对吧？对。我从那里了解好，就他爸爸都在外面工作打工，是吗？现在家里就姊妹，爱姐嫁到中国的湖南了。现在就是你，听你妹妹讲啊，你结婚了三年，啊、是离婚了。是不是啊？他就是。现在因为来，是吧？你姐姐啊、有点难为情，嗯，对吧？她说离婚了，两个孩子，你的二姐，嫁到中国，你大姐又离婚了，结婚三年，离婚了七个月了，梦梦对吧？好，我们马上吃晚饭了。我今天大致到梦梦的家全部知道了，现在再看他一下烧饭，我们马上晚上吃饭了。嗯，他的个姐姐一本正经的现在笑了，他也不说真话。现在你看一下烧的鱼，这个鱼啊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那里鱼头汤，这个是鱼头汤。对，这个红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海猪。红的，跟鱼头汤。这个是他们越南人的一种冷菜，是梅县，啊，非常的好吃。鱼头现在红红在烧饭，他们这个是洋葱，啊，这个鱼头汤再煮了还差不多了，再烧。他姐妹俩这里一个房子，他家住了也不错啊。这里有个楼，他这里呢是上卫生间的，这个是卫生间吗？对啊，他怎么弄一个玻璃，个房子埋到土里去了？这里还有他的后院。好多水果。什么东西？好多是吧？葡萄。这个是什么？葡萄哪里有？就是饭给吃。没有啊。哦，这个是丝瓜，哪里是葡萄？这个是丝瓜，那这个是丝瓜子吗？喏、哦，哎，看见吗？这个丝瓜，这个也是的，啊，梦梦这个个很大一点，梦梦家也弄大的，他爸妈都是外面打工，个家里嘛就是姊妹四个。老二他的二姐嫁到我们中国的湖南，现在只有梦梦呢和他的大姐还有一个弟弟啊，住在这里开个小台球馆。楼上他上去的这里也有一个房间，这里人家可以喝茶。哦，这个是睡觉的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谁睡的？这个房子梦梦睡的，
啊？你姐姐啊？是的。你姐姐跟我。跟你两个人啊？啊。他说你姐姐的孩子，你爸爸妈带来。哈哈。爸妈带来。对对对。你搁上面，上面房子是谁住呢？是我姑姑的小楼呢。上面楼上是谁住啊？我弟弟住啊。你弟弟住啊？搁楼上房子搞了也蛮好的。你中国的姐夫不回来啊？不回来。回来吗？不回来。不回来。你姐姐也过年过节也不看你爸妈吗？啊，那他没，他留意了，没有了。他刚刚过来，刚刚回去的一个月。你应该叫你姐姐姐夫经常回来回家看看啊。回来完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他走了。走了之后，留一点东西给你们啊。有吗？大白饼子。你在吃什么？这个什么东西啊？瓜那个的，水果。黄瓜。听刚刚买的这个哈密瓜，把它放了冰箱里呀、啊，等一下切起来也好吃啊。对对对。哎、嗯，放了冰箱了啊、哦。哎呦呦呦呦，菜弄好了。这个鱿鱼，不错。鱿鱼也不错。叫我给你倒了。也行，马上等一下晚上马要吃饭了，我们。给买那个那套嘛。你也把眼镜跟我一样撑在一个头上，你戴的这个眼镜，你看它也撑在一个头上。妈，这边。今天还蛮多的，蛮好。知道人多的话，蛮好多买一点菜过来。那个菜够吃吗？够。啊？够。够吃啦。够吃。我以为怕不够吃呢。非常的好。但晚上的衣服也不收进来吗？也摆在外面吗？姐姐，衣服。下收。还好，这里包哥过来呢，有饮料喝，有菜吃，还有这些。你看，他这里呢，可能是晚上有人来打台球，这里呢就可以。供应一些冷饮，它这里啊冷饮，这里是冰的，是冰块，这里是冰块，这里是饮料，饮料，各方面这里可以。然后现在白天好像没人，到晚上的话都有人过来打台球玩。他家个房子也蛮不错。个楼梯上去也是一个不错的房子，但是这个顶啊，不知道下大雨的时候漏不漏水。今天马上开吃了。好，我们吃开吃了啊，就不拍了。今天啊，菜蛮丰富的，没线。默默，一起吃了啊。吃饭，这里这个，喝，好吧，喝吃饭，好，废话也不多说，吃饭了也不拍了，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家人们对包哥的支持与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关注包哥，带你旅行不迷路。